吃啥？吃花生。吃啥？花椒。花椒。这是做地三鲜，我做地三鲜。西红柿炒鸡蛋，柿子椒炒肉。放一会儿。带着。行，别再放。放点糖。糖多呀。这啥玩意？嗯，真香。这柿子椒是不是有点老了？嗯。像我那茄子是不是得提纯点？嗯，我看得到了。这啥啥透。用这血盆好，嗯，我一定要这个血盆好。木亮，哎，这下下的，嗯，这辣椒都不辣，嗯，那吃的全裂口，外面的呀，嗯，那小柿子，嗯，那红的熟透的沾上，你这是都安排活了吗？没有，我直接给你说一下，你这是让一直让下方地干活的呗。你弄晚上回来我弄。嗯，你弄晚上回来我弄。我弄多少吃多少，行吧？上一单我弄不好的给你留，好不好？嗯。再盛点饭呢？我盛点。嗯。我这意思，你再给我盛点。啊。不少，盛点。干嘛？你吃吧。哎呀，真不行！那条件好不好使？放下后吧。嗯，那我去换一下。不换。太香了。好吃吧，这样，拜拜。